因为你搬到这儿来，我就找不到你了。你他妈赶紧给我孩子！我这个月现金已经转给你了呀。赶紧的，再给我拿10000块钱现金，快点！我没有现金啊！骗鬼呢你！快点！我真没有现金，干什么？哎，你干嘛呢？你谁啊？上回就是你吧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给我滚蛋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放开他！小心！你走不走？不走我报警了！报，来，现在就报！你看拿钱我钱，是他爸还是我爸？别报警！为什么不报警啊？我是先拿钱，听见了吧？赶紧给我拿10000现金，快点！我明天取给你，行不行啊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。我现在是。你们为什么非要10000现金啊？管你屁事！行，你在这等着，别动啊！站住我！来，拿着，叔叔，可以了吧？搜！行了，有靠山了，现在，回见啊！你怎么会欠他钱呢？对不起啊。给你做了碗面。刚才的事情不好意思啊，钱我已经转给你了，还有希望你可以帮我保密。刚才那个男的，别问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说的秘密。那趁热吃了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想谢谢你的。